赵丽颖孕照、杨幂孕照、 baby 孕照，网友最后一个什么鬼。最近杨幂离婚的新闻相信大家都知道了，要说父母离婚受伤最大的应该就是孩子了吧。而当年杨幂在怀孩子的时候是非常美的，一点都看不出已经怀孕了。 baby 和黄晓明在圈内的口碑可以说一直都不咋地，夫妻两人更是被网友抨击为夫妻废片，但不得不说两人的颜值确实是非常的高。而 baby 在怀孕之后脸上丝毫没有变化，只是肚子变大了一点而已。谢娜生了一个双胞胎后，圈内很多明星都祝福她，不过生双胞胎也确实很让人羡慕。怀孕后的她曾被网友拍到穿住孕妇装出门，十分的洒脱。赵丽颖和冯绍峰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传出了绯闻，并且有网友说赵丽颖已经怀孕了，但对于此事两人都是极力的否认。不过最近冯绍峰在微博上直接承认了赵丽颖怀孕的事实，而怀孕后的她也似乎胖了一圈。霍思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她在怀孕之后被网友拍到肚子变大了一圈，而整个人也胖了很多，和普通的孕妇没有什么区别。更有网友说怀孕后变成了什么鬼样子，但这才是怀孕该有的样子吧，你觉得呢？